欢迎收看每周三六零，我是 Vander。 上周车坛大小事，让我们一起来温故而知新。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第一则新闻 ，Pro Duo Elza Hybrid 或将登场。首先，近日根据印尼媒体的报道 ，Toyota Veloz 在当地有计划推出混合动力版本。而作为其双生车的 Pro Duo Elza， 由于是共享平台，因此这款车或将迎来 Hybrid 的版本。在印尼推出 Innova Genesis Hybrid 之后，印尼媒体也获得消息指出，原厂会在当地推出第二款混合动力车型，也就是 Veloz 以及 Avanza 的 Hybrid 车款。预计这两款车会采用 1.2 公升的 REEV 系统，最大马力表现为 106HP， 峰值扭力则是170Nm， 整体的动力表现都比起原本的 1.5 公升 Dual VVT-i 引擎出色不少。重点是这款车具备了低油耗以及低排放的功能，更符合了现在的低碳趋势。为什么会说 Elza 或将加入混合动力版本？大家应该还记得，早前 Pro Duo 通过订阅制和日本进口的方式，在本地引进了限量只有300台的 Artiva Hybrid。其动机是为了测试我国市场的消费者对于混合动力系统的接受程度，因此以这样的方式来看， Pro Duo 似乎有意在我国市场发展混合动力车款，而 Elza 或许将作为第二款拥有混合动力的车款在我国推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算是 Elza 有混合动力版本，相信也不会那么快，因为目前 Pro Duo 忙于全新一代的 Arteon 以及第 66B 的 SUV 的开发工作，如果有消息的话，预计最快都要等到2023年年末了。第二则新闻，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了关于 Pro Duo 忙于全新一代的 Arteon 呢？没错， Pro Duo Arteon D74A 或于2023年2月发布，并且这一次会拥有 LED 灯组以及 ASA 3.0。根据本地媒体爆料， Pro Duo Arteon D74A 最快会在2023年2月发布，目前这款车已经完成了撞击测试。关于引擎部分，虽然印尼版本或将有 1.0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以及 1.2 自然进气引擎可选，但是大马版会继续采用和目前车款一样的 1.0 公升 Dual VVT-i 自然进气引擎，并且搭配 DCVT 变速箱，所以油耗和加速表现都将会有所提升。外观部分，这款车将会拥有 LED 头灯组，另外车身尺码也会放大，并且提供四个车型可选。在安全配备的部分上面，则是会拥有 ASA 3.0 的安全配备，但是并不会有主动式定速巡航。新车将会在下一个月开始进行生产测试，所以应该最快会在2023年2月发布。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，这款车很有可能会是在大马首发，相信价格会略涨，所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吧。第三则新闻，全新七人座 SUV Lexus TX 或在2023年4月发布，来看一下有什么亮点。随着新一代的 RX 在早前正式于日本市场上市，但今日日媒爆料称，新一代的 RX 全系都是五人座车型，所以为了将七人座车型分割出来，于是原厂或将推出一款全新的车系 Lexus TX。根据 TX 的定位会在 RX 和 LX 之间，而且它也会取代早在2009年就已经发布的 GX。 那它将会基于 Toyota Highlander 打造，不过在一些细节上会比之前更加豪华大气，同时也会有 Lexus 的一些家族式设计，比如倒钩式 LED 日行灯、防追式水箱护罩等等。引擎部分如果参考 RX 上的命名规则，那将会是 2.4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，并且同时拥有 Hybrid和PHEV 的系统。而目前动力最强的 RX 500H 拥有最大马力表现 317HP， 峰值扭力则是 550Nm。 最后根据日媒的消息，这款车或将在2023年4月发布，而当年的 Lexus Malaysia 是有把 RXL 导入我国贩售的，只是销售一段时间后就不再引进了。如果这款车真的发布了，未来原厂可能也会把它导入我国贩售，毕竟这个级别的七人座 SUV 在我国市场还是比较少有的。最后一则新闻， Nissan Serena 大改款日本推出，拥有全新 1.4 公升 e-power 混合动力引擎，日本开价约9万令吉起。外观部分，这款车依旧维持了方正的造型，不过原厂通过简化了外部的线条设计，带来了更简洁利落的外形。而在水箱护罩依然是家族式 V-Motion 的设计，而且 LED 头灯组也经过了重新设计，让它看起来更典雅大气。至于内侧和车尾的变化不大，依然是悬浮式车顶，同时在尾门上可以看到车型名字以及全新设计的 LED 尾灯。
至于内饰，这一次原厂导入了 12.3 寸的双联屏数位化仪表和中控触屏主机，同时还拥有触控式冷气面板。至于排挡杆也被换成了按键式排挡，内装氛围凸显了科技的潮流感。当然第二排依然自研前后左右滑移的多种调整，全车系有七人座或者是八人座的选项可选。引擎部分，这一次原厂依然保留了 2.0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，匹配 Xtronic CVT 变速箱，动力表现为 147HP 以及200Nm。而 ePower 混合动力系统的版本，其输出则是 96HP 加 123Nm。 不过引擎只作为发电机为电池组充电，再由电池提供电力给电动机驱动车子，综合输出最大马力表现为 160HP， 峰值扭力则是 315Nm， 并且有着 20.6 km/L 的出色油耗表现。另外这一次原厂为它全系标配的 ProPilot 先进主动安全辅助配备，而在更高级的车型上则是有 ProPilot 2.0 的版本，有7个镜头、5个雷达和12个声纳感应器，并且像主动式定速巡航、自动紧急刹车、车道保持辅助等都一应俱全。价格部分，这款车的起步价折合马币约89,000令吉，而 ePower 车型的起售价则是折合马币约103,000令吉，并且要等到2023年春天才会上市。最后，这款车作为单中 model 的热销车型之一，相信可能很快就会为我国带来大改款的车型。那大家喜欢这一次的大改款车型吗？你们觉得这一次我国会引进哪一款引擎配置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关注、分享、点赞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追踪哦。此外，非常推荐去关注我们超级好玩与特别的 TikTok 与小红书哦。我们再见。